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一八仙道理财的频道。今天呢，我是要带你们去看一下我们的马来西亚甘榜的人呢，样子过这些节日。今天是什么节日呢？农历是6月24号啊，这样。我们的那个关公诞 ，OK， 我不确定是不是啊，但是我们这边就是这个时间来庆祝关公诞的 ，OK。我们这边的华人呢，马来西亚华人到现在呢还保持着很好的一些我们的这些祖宗的一些习俗啊，或者一些节日啊，都还是照过了，像关公诞啊、中秋啊、端午节啊，什么都照样过的。今天我们去就是这个庙会 ，OK， 它的关公诞呢就会有人在那边演一些大戏，演给神明看，然后还有人呢就是有一些歌台唱歌，给我们这些可以讲是给神明看的，OK， 我不确定会不会神明会不会看得到啊。之后在这些庙会的时候呢，就会外面就有那些我们日常马来西亚常吃的这些露露啊，好像露露的话，在中国的话那边叫串什么撸串嘛，是不是 ？OK， 要买臭豆腐啊，那些炒肉啊之类的小吃 ，OK， 接下来我就带你们去看一下。吃串串，听歌台，喂食雨滴，好辣！这首。